时空存在的系统都会让人类可以主动选择自己的未来。人类总会选择最安全、最中立的道路前进，群星就会变成遥不可及的幻梦。 永恒是时间的鄙视，永恒是降低时间不可逆的要素。永恒，一场游戏或一个令人生厌的希望。时间是永恒的动态形象，这几乎就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怀疑永恒是由时间实体构成的形象的断言。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物质生命，受着生理学和物理学法则的支配，而我们所有感情的力量加在一起，不管有多么强烈，也无法与这些法则抗衡，而只会产生对它的怨恨。恋人和诗人对爱的力量怀有永恒的信念，认为它比死亡还要持久。但那句千百年来一直缠着我们不放的生命虽近爱犹未尽，实际上不过是一句谎言。 这句谎言只是徒劳无益，并非荒唐可笑。那么，难道我们应该把自己作为一只度量时间流逝的时钟，被反复砸碎又重新组装，只要钟表匠装好了齿轮，时钟开始运转，绝望和爱情也会随之而生。